请问这个附近是不是有个村子？是这里，没错了。这么大火气啊，朋友！做了什么？他们做什么我管不着，但是你越界杀戮就要付出代价。多少个年头了，皇天后土之下竟是得了一处容身之所，太不公平了，太他妈不公平了。
Whoa!